今年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影片，因为这几年的储备，今年和明年将会是中影的投放市场的大年。目前已经进行到了接近尾声的，像我们的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影片，应该是分三部来呈现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阵容，前所未有的，几乎涵盖了现在这个中国电影的大部分的创作的主要力量。对，将会在什么时候和大家见面呢？第一部已经基本确定了，应该是在10月份，因为今年是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胜利纪念年，那么还有其他各种类型性的影片。